今天我们来介绍沙巴的鱼面。沙巴的鱼面很出名，但是这一间弘记鱼面是我个人最喜欢的，推荐给你们。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鱼杂米粉，或者是鱼杂面。这个蒜是他们自己腌制的，别有风味哦。汤里面有鱼丸、鱼腐、鱼肉，汤带有一点点酸酸的，还蛮好喝的。它的面很 Q，再加上一点他们自制的辣椒，真是人间美味。这样一份套餐才马币9令吉哦。真的是很实惠。饭后再来一杯中国茶。他的店在沙巴的闹区丹麦普拉达美食中心里面，来沙巴的朋友可以来尝尝哦。